教育电视频道 DDTV 开台以来，专注于制作有趣和有效的创意教学内容。为了感谢旗下400名教师和官员积极参与制作 DDTV 节目，教育部在星期三晚上举办了一场主题为“感谢老师”的晚宴，感激老师们的付出，同时也颁发奖项给表现杰出的老师。Kalau kita menjadi seorang yang sporting, memang murid akan tertarik dengan kita. Bila dia tertarik dengan kita, dia akan rasa suka untuk dalam semua pengajaran apa yang kita ajar, dia akan masuk akal. 在感谢老师晚宴上获得最开放老师奖项的学前教育老师张小燕表示，如果一名老师用有趣的方式教学，学生们就会感兴趣，老师教的东西他们都会深深地记在脑海中。 DDTV 至今已经播出将近22个月，发布了4000多集，其中包含各种内容，尤其是基本课程以及辅助课程的内容。这样子，丽莎，我想问看你知道我们常见的交通工具有哪些呢？